轻轻地闭上眼睛，请你调整一下身体，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，请你让自己舒适地安定下来。让自己感觉轻松又自在。跟着我的声音，做几个缓慢而深沉的深呼吸。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吐，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吐，请你将你的专注力在你自然而平和的呼吸当中。持续你的深呼吸，慢慢的吸，慢慢的吐，现在，请将你的眼睛看向头顶上方的中心点。感觉你的眼皮有点眨动，你更放松了。想象着头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，小小的窗子透着淡金色的阳光，推开窗门向外看，你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风景，蓝蓝的天空，清澈无比，